啊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又来到古尊胜诉晚盘电影我是蔡专员蔡老师。好、啊，今天台积电呢召开了法书会，其中呢提到的不管是毛利率因为地震的影响，还有呢电价的涨价，好、啊，因为这个两者比较大的关系，那也造成了后面哦成本上扬的一个压力大增。那其中地震虽然整个大部分是没有受到损伤的，好、啊，可是材料方的一个部分哦、啊。 是有部分的一个损伤，所以影响到的毛利率呢是零点五个百分点。那另外呢，电价的上涨啊、哦，大概影响毛利率是零点七到零点八个百分点。那这个加起来大概就是今年的毛利率大概就下降了一点二个百分点。所以呢，它的这个毛利是稍微降低的哈、哦，降了一点二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就是这个。 先进制程的部分哦，是补足了这一方面的好、哦、的一个需求好、哦，这方面毛利的下滑，所以呢，今年其实还是有可能几个重点呢。台积电是后后面有可能会有一个涨价的措施，甚至有可能不排除会有涨价的状况。那第二个重点呢，就是台积电在先进制程端，其实法人大户大概都已经预估到了，好、哦，也都是在预期当中。你看到今天台台积电的股价。 今天股价呢收在这个平盘，好，那么八百零四块钱。同时呢，我们看一下技术面的部分。最近这几天外资大概都是站在卖方的，好，维持一个比较明显的调节。那再来就是，当然，当然它没有比较比较大的哈，或者是非常恐慌式的大量的这个卖出，好，它就是部分调节而已。 所以呢，这个也无伤大雅。不过呢，他也告诉我们所有的同学们一件事情啊、哦，就是台积电呢，他今天的法说都在预估当中。然后呢，EPS 的部分也不错，好、哦、，EPS EPS 的部分呢是八点七元，那么比前一季啊、哦，前一季这个这个数值是七点九八元，哦，来的好很多。也就是说呢，针对它这个 Y O Y 的这个对比来看的话。 那么实际上它还是成长，的，好，成长了八点九个百分点，好，就去年的第一季跟今年的第一季，我们来做一个对比。那其中还有个重点，就是它在三纳米跟五纳米的比重，哦，是拉起来的。从去年第四季三纳米只有六趴，现在目前变成九趴的占比。然后呢，五纳米的部分去年是三十三个百分点，好，它也拉高了到三十七个百分点。 所以呢，七纳米是持平的，哦，占比是十九个百分点，整个加起来在五纳米跟三纳米呢，就如同我先前跟各位预估的一样，你要特别去注意的是先进制成五纳米以下、三纳米以下这个部分才是真正带领台积电更专注在先进制成，甚至呢整个供应链更往上走的关键。所以呢，你看到七纳米的部分哦，它是持平的哦，说明呢，台积电实际上它在 先进制程这个部分、啊，它才是真正成长的大动能。但是昨天这个爱斯摩也公布的财报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财报其实是比较差的。好、哦，所以它盘后股价是是是有跌的哈、哦。那我也跟同学们提醒哦、啊，台积电的一个部分的反应呢，主要还是在于它未来的先进制程。但是呢，你说它会不会今天法说完了之后，股价马上大幅的冲高，甚至呢大幅的出现一个？ 比较明显的多方反应呢，好、哦，像我认为，你看到像这个地方哦，这个地方是过去法说一召开优于预期，然后呢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大增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因为当时怎么样呢？好、哦，当时它公布出来的一个数值哦，相对的亮丽，年报也好，去年的第四季的财报也好，甚至对于未来的展望也好，哦是非常的好的。 所以呢，这里做做一个大的缺口，我们再来看哦，先前也有这个地方，过完年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地方也是预期非常好，出现一个大的缺口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法说的状况，但是呢，这一次会不会跳上去呢？好、啊，这一次我认为，你看技术面的部分就知道了。这一次呢，上档有空方的干扰，这里有空方缺口，对不对？再加上呢，你看到这个地方。 这个地方的收盘价的位置是八百零六，八百零六对不对？那开盘是八百零四，一二三三天虽然刚刚好封闭掉了这个中继缺口，但是呢，上方的空方突破缺口还是有干扰性的，所以呢，短线上而言呢，它还是属于一个比较这个，并不是一个完全大好利多的反应。 但是你说台积电难道就看坏了吗？啊、哦，其实不然，蔡老师对于台积电而言呢，还是保持的非常乐观。蔡老师认为它就是走千金之路的迹象。那当时我们跟各位说过，因为它是先进制成的霸主，它是 AI 晶片制造的全球霸主，它是这个这个尖端半导体的龙头股。然后呢，它股价的对比而言。 它是相对有利，那另外呢，它在长期的趋势动能成长，在 AI 这个需求的一个动能，它是提供非常大的动能帮助，所以我们估计呢，还是维持一个多方早买，多方的机会，大的结构还是在多方，然后呢，拉回找多方思考的时机跟进场的机会。那我先前也跟同学们提提到过，我们说这两个股呢，我们怎么做一个操作，就是呢，你一样是以短做长。 该波段我们做波段，该停利我们做停利，然后呢，如果它震荡整理之后，假设它再有多方的机会，我们再继续的多方操作。好、哦，这个在操作手法当中，它是属于非常重要的以短做长做长的做法。同时呢，我们也跟同学们提醒哦，你如果在市场里头，根据赵老是二十多年来的经验，你想要赚到大钱，你一定要要在大的趋势结构当中。 大的多方趋势结构当中，找到机会点，那利用这个机会点呢，技技术的进出，找到该做的这个动作，那你就能够掌握住一个大的结构的波段大赚的机会，那自然而然呢，你就能够带给财富增值的一个的一个状况。 所以呢，这个是需要技术的，这个是需要策略拟定的，这个是需要你正确的心态养成的，这个是需要你研判整个产业是大的结构趋势上行不变的，这个是需要你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去应对所有的状况、所有的波动、所有的这种利空也好、利多也好的一个一一一个对应。所以我常常跟跟我们所有的学员叮咛，我们说。 赵老师带给我们学员的每一档个股，都是精选再精选，产业研究再经过技术面的确认，买的位置都是赚钱机会最高的位置，买的位置都是希望能够低档启动或赚钱机会最高的位置。赵老师不是说一定要买到最低点哦，啊，千万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观念。赵老师告诉各位的是，要买在。 关键的启动位置，这个启动位置呢不是最低点，但是关键是如果后面能够上涨，如果后面能够带给各位财富，带带给各位股价增值的效果，那么它就是一个好的时机。然后呢，不断的去做成功模式的复制，然后呢，把它养成一个反复的行为，反复的行为呢，进而养成好的习惯。 好的习惯就能够决定我们一时，或者是永远的命运，不是吗？所以呢，这个都是需要练习，需要不断的淬炼，然后呢，需要不断的怎么样呢？大赚加小赚加小赔等于大赚的真理或真理方程式。所以我也常常跟我们所有所有的学员叮咛，各場一个产业、各区都有没被发现的宝藏，等待我们去做发掘。那最后，蔡老师在此做一个最重要的声明：蔡老师呢，一路走来始终如一。 我们都知道近几年诈骗手法层出不穷，我们也都知道呢，非常多的诈骗其实存在在市场当中。那蔡老师呢在此也这个这个跟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做一个声明，蔡老师呢诚信第一，诚信是我们最高原则，我们真诚以对，进出有所依据，该进则进，该退则退。 绝对不会事后变魔术，也绝对不会说手上没有，结果呢？事后标股全部都是我的，啊、哦，绝对不会说跟做言行一致，而且进出都是都是有有凭有据，所以呢，蔡老师在此声明，诚信第一，而且在此声明，真诚以待，所以我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、投资朋友们。 欢迎都可以来做订阅，把握住这个学习的机会，把握住我们透过学习二十多年的经验当中，蔡老师跟各位叮咛过哈，蔡老师的经验其实从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那时候就已经开始，但是呢，真正入市的时间是在两千年，好两千年，所以呢，这时间当中其实已经超过二十多年，而且蔡老师呢是少数在台湾。 跟中国是有两两地分析师排的一个少数的老少数的老师，而且蔡老师淬炼过多空的循环，不知道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战役。二零一九年，蔡老师拿下中国中国微博财经大 V 这个战队人气第一名，实战操作。然后呢？ 这个 TVBS 股神争霸战，money 我最大，蔡老师拿下总冠军，这个都是实战操作。那蔡老师呢，多数的财富也都是财富字眼，也都是来自于股市。所以呢，我们实在的经验、实在的操作、实在的这个这个经验，还有实在的这种这个过程，到了蔡老师呢接近快天命之年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是该分享、该放。 一些该放知识的时候，也是该分享的时候，也是该传承的时候。所以呢，我把二十多年来的一个操盘的经验、操盘手的思维的经验，来跟同学们做交流，来希望同学们能够学习到这样子的一个好的知识、智慧，甚至好的观念，哪怕是一句话，影响到你操作都走向正确之路。 蔡老师都觉得非常荣幸。那如果你能够在股市之路有一位有经验、有学历、有知识的老师，有智智慧老师，你真的是人生当中修来的福气啊！所以呢，我也有幸有这个荣幸，如果能够未来能够引领你，在股市之路成为你的导师，那么蔡老师呢，相当的有荣幸，也相当的觉得。 带领你往财富增值之路来去走，是一个最大的容器。所以我也希望同学们，你有目共睹。光是事前的预告，事后的验证，你就可以这个公开的来去做一个见证。大赚加小赚加小赔，它一定是获利真理方程式。你看，从三月二十一号的预告，Evotl 概念股，然后三月二十二号丁宁。 我们三月二十一 e v o t o 对不对？告诉大家，电动垂直起降机，提醒了物流的改变、运输的改变、国防军工的改变。那国防军工里头，三月二十一，我们还记得我们的准总统赖富，现在目前为未,未来变成我们的赖总统，对不对？第一站就是在嘉义，带了二十家无人机厂商。所以蔡老师有跟各位说，我们说 e v o t o 概念股、低空经济概念股，跟这个国防军工最受惠的一档个股是谁？ 来电就做一个电话的拨通，我把八零三三的雷虎送给你。后来果然，我们在雷虎第一天，三月二十一号的预告，三月二十二号做布局买进。买进之后呢，这一波大涨了百分之六十。然后呢，在相对高点的时候，预告我们所有的同学，你可以站在卖方，好低档买进五十二块钱，当天涨停。 隔一天啊、哦，这个是预告的，隔一天哦，三月二十一号预告，三月二十二号我们就出手了，出手之后呢，涨到六十四，涨到七十七，后来这个礼拜呢，看到它涨到了八十三点四，好，因为以色列跟伊朗做了军事的冲突，对不对？八零三三雷虎，后来来到这个地方高点，我们又再次的叮咛跟提醒，我们说呢。 散户的力量堆积，消息面的堆积，走势会停顿。请问有没有？请问这几天有没有走势停顿啊？从这一天开始，跟各位预告，它走势会停顿，因为消息面的堆积，股价的续航力会不够，所以我们先站在卖方，从低档的布仓到高位的卖出，进也跟你聊，出也跟你聊，聊完了之后，果然。 他短线上就休息，在股市里头能够成功，一定都是进出有所依据。你看到后来，这张字卡，这张字卡是三月二十二号，当时我们提到的雷虎做买进五十二块一，1, 对不对？然后还提醒我们同同学要重压。那这张字卡的后面，它好师写了四五三三的协议期呀、啊，当天时间是三月二十七号，是在这一天。 因为蔡老师预估协议期被遗忘的 AI 四伏器股、碳中和的概念股，然后呢，从三月十九号的布局，三月二十二、三月二十二的买进，然后到三月二十七号这一天，一直来到了这个礼拜，啊，上个礼拜的破段大涨，好，破段大涨，上个礼拜涨到了，我们看到 K 线图来到了四十点五元、啊、这一波三月二十七号在这个地方，那蔡老师写了这张字卡在后面。 就是提醒我们的学员，我们公开操作一档个股。然后当时邵老师也跟各位丁宁，我们说需要一点时间，但是预估应该要加速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继缺口走对称，突破缺口走转折，中继缺口走对称，这个中继缺口一直都没有被做封闭，所以三月二十七号邵老师预估呢量价齐扬，后面有机会。 再出表态就是攻击发起的启动讯号，注意哦，启动讯号哦，启动讯号一定都有它的条件。从技术面的形态，从低档区的启动，或者是惯性的改变的启动，从主力大单的判别，从量价结构的判别，再从缺口理论，再进一步从支撑与压力来做观察。 你就能够轻而易举掌握住主力表态的启动讯号，好，所以呢，你看像这个三月十九号做多方多重倒撞，三月二十号呢再出中继缺口，这两天都做买进，买进之后中继缺口未补，这一天三月二十七号再买，然后呢提醒我们的学员怎么样？提醒我们的一个同学公开操作这档协议机，特别去注意，蔡老师当时写在这里。 三月二十七写在这里，公开操作。后来过了两天之后，震荡甩起，甩起之后呢，这里表态讯号出现，多方表态讯号，隔日量缩洗盘，缺口未补，将在走加速。有没有？第一个中期缺口出现的时候呢，股价的特性有加速的讯号，所以是不是加速了？是不是拉起来了？从二十五块钱，二十五块七买进。 拉起来有没有大涨到这个这一天的高点？上个礼拜五，后来礼拜一蔡老师公开预告大量长黑，谁在供应筹码？这一天要站在卖方。后来呢？三四月十五号预告协议机站在卖方，隔一天跌停板，又是事前预告，事后验证，是不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，反转折必有征兆？ 紧接着，我们又这个礼拜一公开操作一档一一八这个一八一零的合成，邵老师说马桶股对不对？那其实为什么讲的这么没气质呢？好，其实邵老师一向都是气质路线，好，但是为什么讲这么没没气质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学员印象深刻。所以呢，一八一零马桶股怎么样呢？隐藏版的军工啊，你看多有气质，隐藏版的军工，礼拜一买进。 一八一零，10, 礼拜一买进涨停，隔一天再公板，再隔一天再涨停，三天三个板，对不对？三天三根涨停嘛。那请问今天做压回，进还是出呢？你在技术当中，如果你进出没有依据，如果你不懂得思考未来，那你很容易受伤啊，很容易该把握的没把握。 该赚的没赚，该大赚的不赚，反而小赚；该不该赔的反而大赔，就会非常可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理解进出的依据嘛。就如同像这个合成的部分，我们把动态体力上移上来，体力上移到这个缺口嘛。这里有个缺口，对不对？这里是中继缺口，这里是突破缺口，突破走转折，中继走对称，第二个中继出来了。 那我们把停利点移动到这个第二个停利缺口的部分，收盘价做确认，也就是说，目前都还是维持多单续报，除非明天有跌，明天如果有跌，那答案很简单，就做停利调整就好了嘛，停利调整小赚对不对？小赚我们再获利退场，再换股操作，再做泰若留抢，所以同学你看。 操作上面是不是不难，是不是轻而易举啊？那昨天跟我们各位提提醒、丁宁的小发哥，这辆小发哥哦，今天创高，昨天是一个突破缺口的表态，你看那 K 线呢、啊，突破缺口表态，对不对？防守位置在这个缺口。那我跟同学们提醒了、哦，其实它后市可期，可是创新高，短线上难免会有一些震荡，因为高点有获利盘的压力，有解。 这个这个有创高之后呢，有主力可能股价的买盘它稍微减弱，所以呢形成短线上的整理跟震荡，这很正常。但是关键是，如果它是细制裁 AI 的商机，加上印度网通的商机，人口这么多的印度，那它未来拉回还是多方思考，拉回还是多方思考，震荡整理还是找买点。 所以呢，维持续多看待，对不对？那昨天呢，我出手两档股票。昨天蔡老师带领我们的学员只出手两档股票，一档就是小发哥，另外一档个股呢就是水资源的股票。今天我也不遮掩，好，直接做一个公开，因为今天它直接公板。昨天的买进，今天涨停。水资源当然今天有消息哦，就说啊，这个水库的缺水，后来一个大雨下来，哎、欸，会不会会不会又交喜了？其实不是。 水资源的一个部分，它本来就是一个长期的、稳定的、一个多方的机会，尤其水资源的部分，你看到它的获利状况一直都非常稳定。然后呢，整个分红、现金股息的值利率也相对的稳定很多。昨天布局，今天亮灯。那今天赵老师呢，在 Y T 教学里头聊到聊到如何判别主力表态，如何判别主力表态？ 昨天为什么布局？最重要的关键要注意几个重点，我们一再的跟各位叮咛，形态上面要去观察它的位置、相对位置、形态上面的满足，量价关系要去观察它有没有量差、主力的潜伏、大单的进场。然后呢，主力动向的判别要去确定它有没有主力的攻击启动的表态讯号、大单的买进、外盘的增强。为什么都要辅助这些讯号呢？ 因为主力才有股价的影响力，那最后呢？你再看，哎，外资大买，大买了一千多张，占比大单的占比占它的成交量。比如说昨天四千九百多张，外资买了一千九百多张。那请问外资是不是大户啊？它的占比占当天的成交量高不高？非常高，占的比重啊。那另外就是一个什么缺口跟支撑与压力动能的一个观察。 所以呢，综合的研判就能够得出大大的胜率的什么主力表态的讯号。所以呢，这个主力表态讯号里头，我希望同学们不要错过一档接着一档，一档接着一档。今天邵老师持续的带给我们学员，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、投资朋友，重压一到三档单股会员专案。那么产业趋势加进出有所依据加技术实战操作。 电话的拨通，来电掌握住下一档个股的机会，零二二三六五九三三三，把握住单股特别专案的机会，把握住电话的一个拨通。那时间关系，我们就祝福大家操作顺利。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。